我想先代表我后面的同伴跟留到最后的各位观众，先致上最深的感谢，谢谢你们。那当然也特别感谢一些观众，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观察的鞭辟入里，包括每一个苦心锻炼的细节都有了非常好的回应，也是非常感谢你们。那第二个呢，就是要非常感谢赞助商，因为这是政大国标社第一次尝试在就是艺文中心大礼堂，就是有这么高级的场地来办舞展。那如果没有少的赞助商的你们的赞助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边办这个活动，所以非常感谢赞助商，谢谢。那对，那接下来呢，要感谢的当然就是在我身后的所有项目的伙伴们，就是政大国标社每年都可以邀请到很多很多的学长姐们回来帮我们上舞，对，那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那也谢谢我们的同届还有我们的学弟们，谢谢你们，给自己一个掌声。